学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实在是太苦了。想必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：如果一个人一直联系不上，要么是去教书了，要么就是去学医了。一个医学生需要在学校里学习7年，才能到各个医院实习。现在很多医院的门槛都是很高的，哪怕是招一个小护士，最低学历也得是研究生，本科生根本都没戏。这些刚实习的小护士的日子也是很苦，有很多地方都是全年无休，因为这些刚实习的小护士没有经验，刚上手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紧张。美国的一个机构就发明出一种超逼真的娃娃机器人，在疼痛的时候会流眼泪，会喊妈妈，当时都把实习的小护士吓跑了。这个娃娃机器人是用来干嘛的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发明这个娃娃机器人的初心是很好的，他们是想要缩短这些实习小护士的实习时间，所以就先让这些小护士在这个娃娃机器人身上实操。据悉，这个娃娃机器人的名字叫做哈尔，它的眼睛可以跟随小护士的手指移动，在小护士操作不当的时候，哈尔还会流眼泪，会喊妈妈。这样的一个娃娃机器人还不便宜呢。一个娃娃机器人要48000美元，相当于30万人民币。你们觉得这个机器人有用吗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